以前是一整个班塞一个缆车，然后今天是只有十个人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躺平宛如是坐在什么商务舱一样，觉得很赞。站的那个色彩的那个色彩学真的让人家印象深刻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啊是属于那种数位世代啦，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性更高，其实这个就是活动可以让我们每个人了解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啦，服装啦，还有色彩搭配，那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另类的新产业，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每个人知道怎么把自己提升得更好跟打扮自己。群高中的好朋友，然后又重新穿上校服，好像有回到那时候的感觉，就很开心。再往
前还好了，你以前被讨厌的。好 ，OK OK， 我不要老板娘。那么多年后，然后还可以勇于跟这些卫理以前不同班，然后也可以没讲过话的人一起来欣赏这个穿制服的一个回忆，我觉得很棒。我最喜欢的部分应该是茶寮的那个地方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台湾来的，然后因为我有在上海，然后就是药材这个东西，就是台湾有，中国也有，那韩国也有，那就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一些东西，这样，然后我觉得很有趣。好嘞，谢谢。谁已经起了下去了。
我把它用掉。